设计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。要在设计的领域里占有一席之地，更是不简单。在高雄出生的王冰鹤，在学校里是受到学生欢迎的老师，但是回到自己的公司，就是一位严谨又专业的设计师。其实我从小，其实我们家境不是很好，所以我一直想做一件是有能力可以影响社会，而且能有机会可以帮助别人的一份工作。那从小时候这个当设计师这个部分啊，其实是没有想过的，但是就从了借着读这个美工科，从美工科开始，其实就让我开启了我们对美的事物的这个欣赏以及我的喜好。那在美工科里面，我们除了，其实在读美工科这个要讲回来，其实要念海清，其实海清有很多练艺术类的工，还有很多，比如说有美工啦、视觉传达啦、室内设计啦、建筑啦。那时候我是为了要找到我自己的兴趣，我是每一个科系我都打电话去问，就是你们到底在做什么？我去了解他们每一个科系到底在做什么。然后后来我发现美工科是我要的，因为它跨越了平面，也会做到立体的东西。那它会摸很多的材质，木头啊、金属啊、陶瓷啊、石头啊这部分。那这个一听到，我觉得哇，这就是我想要前往的部分。其实那时候还不认识有设计师这个名称，对设计师这个名称是很淡薄的。那是进到这个美工科之后，开始你做各样材质的这个练习、造型的练习，然后开始慢慢了解到什么是设计。那大概我在大一的时候，高一的时候就很笃定我要当设计师了。王冰鹤在大学里教的是生活产品设计系的实作课程，他强调把设计具体化就只是作品，他希望学生们能做的是产品，也因此他更要求学生们的设计图除了天马行空之外，还要有实际层面的考量。那我自己的想法是，我希望我的设计是能够被更多人看见，能够影响更多人。但是如果是这是我个人主观的认为说，一件艺术品它可能这一件当然是绝无仅有，而它可能是被某一个收藏家收走，就是那一件了。可是设计呢，它是可以透过大量量产的方式到各个地方，然后让每一个人去使用它，去体验它，那是我在我高中时候萌发的一个想法。所以我在高一的时候就很笃定了，我往上念的大学一定是工业设计。对，这个结构是可以从90度、180度移到270度，那它的结构可以强到你站到180度都能够去做一个这个结构性的强度。那以这个结构来讲，为什么大家会问为什么要这样子设计呢？其实它最大的初衷是佩戴的舒适度。其实我们在佩戴，去东方人的脸型是后面的头会比较大，那前面的脸比较窄，所以其实你一般前面的造型而言，它会有一点点这样子的，让它设计有这样的弹性。那像我们设计这样薄钢只有9公克重量的眼镜，这里在中间的梁柱是很容易变形的。那它一旦变形啊，你的这个镜片的焦距就变到了，就影响到你视觉的舒适度。所以我们把这个
弹力结构坐在侧边，它不会去影响中间中梁大幅度的改变。那这个结构呢，它也能够很轻易的做菜。像我现在在没有任何工具的状况下，我可能在一秒钟的时间就能够把我的剑脚拆卸下来。那这个有什么样的好处呢？从制造上，在工厂里面其实它没有任何工具，一般的这个制造员就可以把它做组装起来。那到店家，你去配眼镜的时候，它也不需要任何工具螺丝就能够帮你的眼镜组装起来。王宾赫所创立的设计公司，连续三年都获得德国 IF 设计奖的青睐，也获得亚洲设计奖指标、日本 Good Design 设计大赏和亚洲最具影响力大奖的银奖。其实我认为一个好的设计，我认为第一个是你要非常能敢于勇于挑战，就是说你不是属于一个要懂得坚持跟妥协，就是该坚持的时候要坚持，该妥协的时候你必须要妥协。其实就好像在我以这个眼镜设计为例，就是说其实一开始我们都有很多原创的设计，可是你慢慢的会因为你的客户影响了你，可能因为工厂的影响了，因为通路的反应影响了你，那这时候你该要坚持还是要妥协，这个是每个设计师都需要去拿捏的。那拿捏的好，你的东西能够被发表出来，能够展现你的原创，可是拿捏不好，它就变得四不像，然后最后没有人要。王宾赫强调，良好的沟通是设计师除了美感与技术之外最需要具备的特质。身为台湾新一代的年轻设计师，他不只拥有源源不绝的创造力，更有洞悉市场和产业的观察力。最近他更将代理公司的其他设计师接下室内设计等多元的设计案，还要成立自由品牌。他说他喜欢不断地挑战自己，要超越自己，要成为一个超越设计的设计师。我是比较乐观的一个人，我是很乐观的去看待一切事物的。就是当我回来高雄的时候，别人说你干嘛回来高雄？这个文化沙漠，你怎么要回来？那我看到别人看不到点是，我觉得这个现在的设计跟这个沟通已经不分区域了。那反而我认为在高雄这个地方，它有更好的资源、更好的环境、更低的成本，可以让我们去发展设计。那这是我乐观的一面，就是我习惯去乐观的看待一些事情。纵使遇到困难，我觉得这个是磨练我，让我可以在下一个阶段更好。对，那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不甘愿、想挑战一切事物的一种企图心吧。对，就觉得不甘愿人生这么短，就这么简单的过去了。对。